也跟健康有关。大陆微博呢，最近广为流传一个讯息，说人在熟睡的时候呢，突然被闹钟给惊醒，会影响你的认知力、记忆力，长期下来呢，你还可能会得到高血压跟心脏病。有这么严重吗？不过是个闹钟。那么在新闻当中，有专家告诉你正确解答。闹钟吵得不得了，很多人因此被吓醒。网络上就谣传，常被闹钟惊醒，可能容易得心脏病、高血压。就是要让他吓到才会醒啊，大声的吗？为什么？啊，比较听得比较清楚。有民众不以为意，觉得闹钟声越大越好。但大陆微博最近流传一则说法，说人在深层睡眠的时候被闹钟吵醒，可能影响记忆力、认知能力，长期下来会增加心脏病、高血压风险。就像喝酒醉一样伤身，但不见得每个人对闹钟的反应都一样。闹钟的声音有多大声？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。其实在马路上这么吵，路上还是有人会注意到我。有些人对闹钟声就是比较敏感，医生表示这种人的交感神经比较敏锐，本来就容易紧张，心跳加快，所以容易被闹钟吓醒。难怪闹钟声会和心血管疾病联想在一起。警铃声啊，或是警笛声啊，那这种东西对许多人来讲，可能解读成会让他害怕，害怕本身就是最直接的，就是造成自律神经不稳定。还有人对闹钟声不是敏感，而是害怕。医生说这有可能增加精神上的压力，所以建议选用轻柔的音乐或是渐进式的铃声来代替。中央社黄明娟、赖燕智台北报道。